老板，给来个全家福的饭团。OK， 好的。这一个是多少钱？这一个全家福是13.9一个。全家福就前面这些东西全部都要加一遍吗？不是，是所有的任选三个。哦，所有的任选三种。对，如果你饿的话，可以给你免费多加点米饭啊。哦，好的，不饿就一个就行了。就给你正常做了啊。对，差不多有160克左右。哦，160克，3两半。对。挺好，这都是紫糯米啊，对，这是加上黄瓜丝儿。我这个用的是泰国糯米，泰国糯米，对，啊，再加上这个，你可以闻得到一个很香的香味啊，肉松，玉米。啊，大姐就自己一个人做吗？啊，对，我现在是一个人。啊，一个人啊？嗯，对。晚上到几点？晚上到11点多。哦，那蛮辛苦的嘛。啊，对，因为我对象在家照顾孩子。哦，他不出来帮你忙做这个吗？因为我孩子生活不能自理。啊？因为孩子生活不能自理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啊，哦，小朋友是怎么了？小朋友得了白血病。哦，好，大姐不好意思啊，我不故意问的啊。好，你继续做，谢谢。行，没事啊。哎，做的特别好。行。再加上一点沙拉酱。啊，对，再加点沙拉酱。现在一天能做多少个呢？现在生意不怎么好，一天做个40-50个、50个这样子。哦，就自己一个人每天出摊。老公主要就是在家里，然后带小孩。对，生意就靠自己。嗯，对。谢谢，好。他在家照顾孩子，现在是我来养家，因为小时候给他看病，大概花了200多万。哇，200多万。对。好，谢谢。他5个半月就得了白血病，然后我们给他做了骨髓移植。现在，小孩多大了？现在小孩7岁了，然后就是移植的过程中没那么幸运，他就得了脑炎，现在是脑炎后遗症，那个住院前每天都发烧。祝愿每一个这个奋斗且努力的人有一个好的未来。好，谢谢大姐，谢谢。这是一个为爱而做的饭团啊，我们来尝一下。这是青岛海洋大学边上的这个夜市摊，这个饭团做的是真的很好吃，不是因为大姐说了饭团真的很好。外边的海苔、糯米、肉松还有里边的香肠都肉感特别的扎实，东西是真材实料。希望大家能多多来光顾大姐的生意。